行切大师敬语精华选读，诸位大德，诸位同修，请大家看行切大师敬语精华选读第十八段，第十八。第十八，请看这段文，我先从这段文来念一遍。十八，经文：娑婆世界修行一昼夜，胜于极乐世界行善必遂。盖以出土难以进修，彼土亦为功力过也。列处理言，即方尘世路中修行一日，胜于深山静察修行百千日，无疑矣。是故地乡可游也，方尘可入也，所谓静观不可妄也，静行不可快也。皆乎方尘亦可能念人，得恐人自念方尘呢？咱昨暗甲注意介绍到这段。因为时间的关系，今暗继续补充昨暗讲不完的，咱也是为头开始。这段主要是勉励咱在风尘中来修学，以及大家一开始引用经典所讲的话，这个经文，这个经是指《无量寿经》。《无量寿经》里面有一段经文，讲娑婆世界修行一昼夜，就是讲在咱即马大这个世界修一日，等于西方极乐世界修行一百年，这是在《无量寿经》里面所讲。讲到这大家呢，过去有真侪学佛的人，乃至咱念佛的同修，看到《无量寿经》这段经文，有甲咱讲，伫个这个世界修一天，等于伫个世界修一百年。那安尼讲起来，这个世界嘛袂歹，咱就免发愿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啊，大家修点都较紧嘛。啊，过去有人看到这段经文，产生这个疑问，经典甲咱讲的确实是无错啦，无唔对啊。咱只修一天，等于西方修一百，这也是属性。为什么呢？西方极乐世界无使咱特转的因缘，咱往生到西方修行只有进步，绝对无特转，未特步，只有进步紧甲慢即个差别而已。家己若修行较用功，进步就较紧。
如果来到海带，这个进步就较慢。在西方极乐世界修行，有进无退，只有进较多、进较少，这个差别了。绝对未退转。在咱这个世界修行呢，虽然讲修一天等于极乐世界修一百年，但是咱这个世界会退转。咱平常讲进一步退高步，进较少，退较侪。因此，咱在这个世界修行，生生世世修行，修无量劫，修到今日，也是凡夫。问题就是在咱的退转，会退步了。如果咱在这修，只有进无退，咱早就成佛了，未到到今日，也伫遮做凡夫啊。这点咱必须爱明了。所以西方极乐世界也是爱发愿求生。那么经典甲咱讲这话，一方面是讲出这个事实，另外一方面就是勉励咱在这个世界要把握时间来修行。咱在这个世界，一天咱修一天，有两天修两天，尽量修，修到咱往生西方。这个品位呢，都悬了，往生上上品，这是佛在经典特别勉励咱现住时，咱也住在这个世界，也是要把握这个机会，利用这个环境来修行，这个环境在修。咱啊，真正的修学，确实修一天就等于极乐世界修一百年。这个因缘也非常难得，非常的殊胜。但是咱修学净土目标就是往生极乐世界，这是一定爱发愿求往生。卖讲，咱凡夫爱求往生西方，咱看《华严经》，《华严经》普贤菩萨以十大愿王引导四十一位的发心大士，念阿弥陀佛，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这个四十一位的菩萨，最起码也破一片的无明，正一分的发心。四十一个位处的菩萨，为梵高初祖菩萨，一直到个顶觉菩萨，这个当中总共有四十一个位处。每一个位处的菩萨数量无量无边。这菩萨，大家拢了生死啊！证阿罗汉果，证到严格的果位，就了生死。因这大菩萨，不但了生死，无明最少也破了一品，这个地位超过阿罗汉、严格、梵高菩萨。太多太多了，
那么这款地位的菩萨，普贤菩萨，上请劝因念阿弥陀佛，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这菩萨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只有一个目的。因唯一的目的就是生活的时间较紧。因为这大菩萨拢了生死了，生死的问题因解决了，无明起码也破了一品。因求生西方唯一的目的，就是生活的时间缩短，生活的时间较紧。安尼呢，才有需要求生西方净土。为什么呢？西方极乐世界呢，无特转的因缘，望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，所以呢，有进无退。安尼呢，生活的时间呢，就紧。那么咱凡夫在这个六道里面修行，虽然讲修一天等于极乐世界一百年，如果咱若无求生西方，纵然乎你在这个世界修行，修到证到阿罗汉果，了脱六道生死轮回。正阿罗汉果，距离菩萨的果位，距离成佛，这还阁非常的遥远。所以也是爱求生西方净土。那么咱现主持在这个世界呢，修学你来当修一天这个功德也不可思议。因为咱这个世界呢，有形的力量太多，使咱特转的因缘太多，你会当突破种种的障碍来修学。当然呢，你这个效果，你的这个功德，当然就真殊胜。所以下面就跟我们说了，说改依出土难以进修啊，这就跟我们说明说，为什么我们在这修一天等于极乐世界修一百年？因为我们这个世界真难修，你要找一天来修行是真不简单啊，不要说一天啦，注意应该找两点钟来这听经也真不简单。所以咱嘛爱了解，有几个人有法度来遮坐两点钟呢？咱卖讲别位啦，讲公山街啊，咱即间伫公山街啊，遮人较侪，几个入来，嘛是即几个人来。街啊遐闹热，人较侪。为遮你甲看呢，就知影讲，你会当入来遮坐两点钟，嘛是真无简单啦。啊，经过遐呢，无互遐个花花世界甲你引诱过，啊，行去遮入来，哦，这就无简单啦。啊，这功夫就真悬啦。所以伊个功德就是伫个即搭遮。咱即个世界呢，引诱咱特转的因缘非常的多。会使讲，咱目睭看到的，耳孔听到的，咱接触到的，这个退言、恶言真多，所以呢，真歹进修。在这种环境之中，你有法度来修，当然啦，这个功夫就真深啦，真悬。下面讲，彼土以为功力高呀，极乐世界呢，无这个退转的因缘，去遐呢只有帮助你精进。
所以迄个世界好修啦，啊，维特传不进不退，啊，咱这個世界呢，修一工等于极乐世界修一百年，但是呢，进一步退九步啦，啊，就是这个原因呢，才未成就。啊，如果你若在这个世界呢，我那达刚修安尼有进无退，那么早就成佛啦。啊，比去极乐世界较紧，但这个世界无法度，进一步退九步。这是在咱这个世界修行真难成就主要的因素。还有另外一方面，就是说咱这个世界，咱的寿命有限。咱人一生几十年而已，几十年的时间呢，一万年就过去。那是中年以上的同修啊，相信拢有这个感受啦。啊，感觉呢，啊，这几十年，几十年前发生的代志，想起童年时代啊，敢那亲像昨个代志同款。啊，感觉呢，无偌久啊，都经过几啊十年。啊，想想诶，接近老啊，老呢，过来呢，都爱死啊！啊，寿命有限，光阴有限，所以咱在这个世界修行，断断续续啊，即生呢修修修啊，修卡呢啊，小可有一点仔功夫，寿命到啊，啊，寿命到了，一个死，死就爱搁往生啦。往生就搁投胎，搁投胎呢，就皆因之灭，前生所修的拢未记了了。啊，唔知个当时呢，即会当搁有着佛法，多一生多一世搁有着佛法，啊，搁降恶，搁开始修，啊，咱就是安尼修的啦。啊，修到今日呢，啊，搁即世人搁来，搁拄着佛法，啊，搁开始搁修，搁来听经，搁来修。啊，为头啊，过来啊，每一遍拢是安尼啊，所以修了无量劫，也是在做凡夫。因此呢，佛才劝咱呢，求生西方。西方极乐世界呢，上重要的一个好处，就是啥物呢？无量寿啊！每一个人往生到西方，你的寿命拢无限量的，那无量寿啊，啥物代志都拢解决啦。啊，咱在这个世界呢，最主要的也就是寿命有限，光阴有限。啊，在这么短的时间内，要成就这个道业，确实是不简单。啊，几十年中间，你甲算算看卖，你有偌久的时间呢？都在听经念佛。啊，咱算一天就好了，一天24小时。一天要睡几点钟，吃饭做工作，还有兼打梦想，独独靠靠的剩不多少啦。那么这些情形呢，咱这个世界情形，极乐世界情形啊，这两个世界都要了解。所以过去有人呢，看到这段经文啊，有这个疑问。啊，佫有另外一种反对人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人，伊就摕这段经文来讲啊。啊，伊讲你看佛嘛是安尼讲啊，啊，伫遮修一工较好，极乐世界修一百年，啊，那袂大家修要去西方修。那么伊所讲的这個言论呢，归佛无量寿经无看，啊，就干那个看一段断章取义。啊，所以咱听经、看经啊，一定爱看一个完整的啊。为啥呢？干那捡一段起来看啊，头前也无爱，后壁也无爱，安尼对产生错误。那么这段，甲咱举出经典讲的这话啊，主要是讲，咱即马伫个这个世界，也爱紧把握时间，紧来修。重点是伫遮啦，
重点是在这。那么尤其咱在这个都市里面在修行，每天呢要经过种种的考验，经过种种的考验。那么你和这花花世界把你迷不去，你可以当保持呢隔离不迷。当然啊，你伫个即个风尘世路中修行修一天，就胜过深山静察修行逼千日。咱伫即个都市修一天，就胜过伫深山内面咧修一百天、一千天。即个功夫呢，就比较悬啦。无疑即无害疑啦。这一定是安尼，但是伫咧多次修呢，你若修无成呢，去淘汰堕落呢，原来是真深，这是相对的。那么伫咧深山修行呢，无这污染，无这五欲六尘来甲咱引诱，心较清。虽然这功夫伫进步较慢。但是伊袂对路，因为无遐缘呐，来个障碍，属于特转。因此，古早时代即个寺院都建在即个深山，人行袂到的所在。即个不但人袂到呢，就是。离开禅宗也真远，所以经典来讲，阿难六，阿难六就是真清净的一个环境。但禅宗迄个牛咧吼的声都听袂到，会使讲遐都拢无人住，都干那只修行人住伫遐尔。这款的环境呢，经典甲咱讲，就叫做阿难六，就讲真清净一个处所。那么古早在大陆上，咱诸位若去大陆观光去看这个寺院拢去个深山。以前交通不方便，你要去山顶去一个寺院呢，真不容易，真不简单。去个深山对咱初学的人，一个阶段性的修学。是有一定的帮助。咱初学功夫还无得力，受不了外面五欲六尘的引诱，那么待在山顶呢，拢无接触到这，未去受到污染，来修清净心。杭州洞天目山，咱才有洞修北去。这个洞天目山环境啊，也非常的幽静。为什么较静呢？因为迄车驶未到。即马大陆上古早的这个名山道场，古早是真清净，但是即马就拢无清净啊。为什么呢？即马车拢开得到，游览车啦、轿车啦，拢开得到。这观光客就真侪啦，每天去烧香拜拜，这都真无清净。那么洞天目山，一车驶未到，要去你山顶呢，爱爬山，迄山起来呢，阁无整齐，爬一撮起来，我那相当辛苦。如果若毋是真正要去修行的人，一般的游客。是袂爬到遐去，车驶袂到，人都较无爱去哩。一般观光客都袂去。有心爬到遐去哩，就是要去遐念佛的人，要去修行的人，伊才会去。因此呢，去到遐就较清净啦。去年我去到遐，第一次去洞天目山。那么杭州，这洞天目山在杭州，杭州的临安市，
你们市长请我去吃饭，那么他就跟坐机师说啦，他说市政府拨400万的人民币要走那条路，就要开放的东铁路山那条路开到山顶那个寺院去。那么坐机师跟上海的一位机师呢，他们就坚持啦，说不要开路，他说我们都不要跟政府拿到一角银，他说保持这样就好，这样呢才会清净。他说你现在路如果开好势呢，游览车就去了，游览车就驶去了，驶去了呢，那里就不是念佛道场了，那里就变观光的道场，人去烧香啦拜拜啦，变那个观光的道场。所以到现在呢，那条路还没开，那条路到现在还没开，保持呢一个清净。这是说寺院道场起在这个深山里面，它的作用就是使我们初学功夫还没得力的人啊，在这个清净的环境来修行，心不去受到外界五欲六尘的污染，这样修行啊才会进步。但这个进步呢是较慢，慢慢较慢。如果你若是在都市在修啊，每天所接触所看到哦，拢在引咱这个起心动念的这个境界啊，你在这个境界里面考验啊，考到如如不动啊，当然你这功夫就悬啦，比在山顶修的较悬啦。啊，所以咱在市内呢，那有法度安修，这个环境反倒转来呢，对咱有帮助。等于得逐工甲咱考试，逐工甲咱考验啊！但是呢，爱考及格啦，考无及格呢，就坠落咯。所以，这个闹市环境也是咱修行的好场所啊！最近去香港啊，看咱导师迄个录影室。咱只有动手斗阵去看啊！香港呢，咱迄道场伫迄个所在嘛，嘛是闹区啦。吼、哦，下骹呢花花世界。那么道场伫遐呢，咱就是接受这个考验。尤其弘法利生的道场、讲经的道场。一定是在市区较方便啊，人要来听经，交通较方便。啊，方法流通法宝啊，这在市区较方便。那是修行的道场，就适合起在较郊区，还是讲山顶啊，念佛较袂去共吵到，啊，较袂去互吵。啊，修行念佛的道场，就适合在郊区，还是山顶。讲经说法的道场适合在市区，人要来听经，交通较方便；还是讲流通经典，啊，人要来听经，人交通较方便。所以讲弘法的道场、讲经这个念佛的道场，这个区别。那么，即大家甲咱讲，是故地乡可游也，风尘。可立呀！啊，这个地乡啊，从古早皇帝咧住，迄个所在啦，皇帝故乡啦，就是京城啦。咱注意，然后去大陆、去北京啊，去佚佗，看这个紫禁城，迄就是地乡啦。古早呢，皇帝咧住的，就首都，咱即马讲首都，都市，通闹热的所在。那通劳力的所在呢，咱也可以去游啦。风尘可立啊，在这个花花世界，这个风尘，咱嘛可以立去啊。但是立去安怎呢？所谓情缘不可忘呀，情形不可缺呀。啊，你无立去呢，这情缘全未解了了啊，心受到污染，安尼就错误啦。情形是啥物呢？
就是念佛。啊，念佛呢，也袂使发笑。啊，虽然在这个闹市当中，心也是要保持清净平等感。心要保持清净平等感，尤其是大乘佛法的修行。啊，你看现在董住五十三参啊，《华严经》这个修行，完全都是在这个弘忍当中来修行、修心。那么小乘的修行啊，就讲初级功夫也无得力，那么较偏重啦。在山顶修，深山修，因为这就敢那讲，这个修学啦，功夫呢，这个都开始在学，今日呢受到外界影响，所以选择一个较清净环境来修。那么修到一个程度，才出来外靠弘法利生，才来修大乘佛法。所以这个修学以后是有一个阶段性，但这个阶段性也是要看个人的因缘，有人有这个因缘安尼来修，有的人就无啊。有的人呢，伊的因缘一生就是住在山顶，住到往生；有的人呢，一生伊就是住在都市，住到往生。这个人的因缘无同。那么不管什么款因缘啊，拢是咱修行的处所。咱只要保持一个态度，随缘就好。啊，咱即摆缘伫对了，啊，咱就多加修。缘伫咧多起，就多多起修。啊，伫咧即个增卡，咱就多增卡修。咧深山，多深山修。后面两句讲：风尘亦何能染人？啊，地空人自染风尘呢？这个意思就是讲，这风尘啊，伊是袂去污染咱人，是咱人呢，家己去污染。啊，这两句的意思就是安尼。啊，这个污染在咱的心，咱家己污染。啊，如果咱的心会当保持清净平等感。那么这风尘呢，嘛拢变作佛法啦。像现在董住五十三参，啊，这五十三参对啥呢？是咱社会上形形色色、各行各业，都是这呀。啊，你若干哦，这就拢变佛法。啊，你若卖，这就拢是世间法。所以完全在咱一念心。好，咱阁看第十九段。今时净业人终日念佛，忏罪发愿，离西方上遥。啊，这段甲咱讲，但现住时修学净业的人。啊，对咱念阿弥陀佛的人啦，咱净宗学会同修，啊，修学净土的人，每天在念佛，啊，念阿弥陀佛，不但念佛也忏罪，啊，就是忏悔业障，也发愿啦，啊，每天做功课，啊，念这个。回向机原生西方净土中，每天念佛忏罪发愿，结果是怎样呢？这个西方还佫距离咱真遥远，念遮久，这个西方呢，敢若甲咱拢无消息啦，啊，这消息拢无通，啊，咱电报地发去呢，对方拢无反应。跟他真遥远，
下面讲往生福报者无他，情与爱犹未拔除故也。就讲这个西方啊，佫真遥远，是毋是我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？无把握啦。福报就是讲无把握的意思。那么这个原因呢，无其他的啦。下面将这个原因甲咱讲出来，讲情与爱犹未拔除故也。这就是无量寿经甲咱讲的情执。贪爱，这个心呢，也无拔除，因为这个因果呢，啊，咱佛直直念，直直忏悔，直直发愿，甲西方也是无感应，就是和这个情与爱障碍掉了。那么这件代志呢，就是关系到看破放下。要看破放下，真正看破放下，就要对这个事实真相彻底认识清楚，彻底明了。因此，这个经就要多听，在生活当中，咱来去仔细观察、体会，要认识这个情与爱伊的真相。这个情，情执啊，贪爱。下面讲六灵将三宝恩爱视同交纳，不管妄言动情，可乐忧喜，靠着一句佛号，一切敬言无灵动摇，烦恼魔根无数净息，消除无疑。六灵就是讲，如果啦，如果咱会当将三宝世界这恩爱，这恩爱呢，咱凡夫拢是去贪，贪这个恩爱。那么会当将这恩爱呢，甲看作敢那食迄个辣啦，辣敢那辣椒啦，咱若食到别项物件就好食啦，啊，食迄辣椒呢，补迄辣椒，迄个就无味啦。迄都无好食，那么这是譬如讲，从这温来呢，就敢那咱食物件去食到迄辣，还根本都未食，还歹食，你都无爱食。当然呢，你乃当从这个温来呢，看做安尼，你都未去贪啦，未贪，这个三宝的温来，你就放下了。放下了后，不管妄言动情，不管你真无闲，还是讲真有时间，在动还是在静，可乐游戏，就讲咱日常生活当中情绪的变化，有当时苦，有当时快乐，有当时忧愁，有当时欢喜，不管在什么境界当中。就是靠着一句佛号，咱这一句佛号呢，一直甲念到底，一切境缘袂当动摇，一句佛号一直念落，安尼烦恼魔根无数的情绪都拢消失了，所以咱心中这妄念妄想。种种的这念头起来，唔免惊，卖去管伊。这个无灵动摇就讲，卖受伊影响。尤其咱念佛功夫还未得力以前，难免你咧念佛的时阵，那么这妄想杂念起来的时阵。难免会影响咱念佛，有真侪同修在问讲：
在念佛的时阵呢，妄念真多，啊，唔知道要安怎才好。关于这点，古来祖师大德有甲咱开示，这个妄念若起来呢，要安怎来处理呢？就是卖去管。这妄念，不管什么念头起来，拢卖管。你将你的注意力专心专注这句阿弥陀佛，啊，其他妄念呢，善的念头起来好，恶的念头起来好，不管你任何念头，奇奇怪怪念头起来，拢卖管。你只要将这个注意力注意这句佛号，所以这大家都跟咱讲了，靠着这句佛号。在所有一切境缘，拢未受伊影响。你若是安尼念念久，这烦恼、妄想、无数的情绪，渐渐就减少，到尾啊呢，就无去了。相信咱念佛较久的同修，应该拢多少有这个经验。拄开始在念佛的时阵。这妄念呢，记都记不掉啊！但是你若卖插伊，你这里一直念佛，一心专注在佛号当中，一直念落去。你若卖观光啊，我着爱搁念偌久，这妄想这无去。啊，你若安尼想呢，愈想妄念就搁愈增加啦。啊，拢卖管，啊，就讲一切拢卖插。一直念，念一段时间呢，逐逐连连呢，妄念伊就会减少。啊，起码呢，你在念佛的时阵呢，妄念就会减少啊。功夫搁较深啊，这妄念呢，慢慢伊就消失，就是即大家讲的消息无疑啊，拢无存在咯。如果咱若是安尼在修，虽然。这个人啊，现在是处在五浊之乡啊，即马带这五浊恶世。但是呢，你的心住在这句阿弥陀佛当中啊，你浑身住在莲花国内，你那一心拢是阿弥陀佛啊。虽然咱即马是得这个五浊恶世。但是呢，你嘛是等于升到这个莲花国内面，莲花国就叫做世界啦。虽然咱即卖身躯也伫个这个世界，但是呢，咱已经甲西方叫做世界呢感应度高。虽然咱还未去，但是你即卖呢已经是在这个莲花国内面啦。因为你这个心。已经是在这个极乐世界。讲由何胎弥陀受手，观音劝教，离殊胜及往生在。讲那是安尼修呢？那就需要个等待阿弥陀佛来受手哦，来给你接引啊，观音来劝你讲啊，赶紧往生，安尼你才要相信讲啊，会当往生。如果你若是念到这个功夫，你自己呢信心足足，一丝毫怀疑都无啦。甲阿弥陀佛、西方极乐世界、诸上仙人感应度高，你若念到这个境界呢，你自己自然对感觉，也免去问人啊。你自己呢？就会体会到，这段呢，主要是跟咱讲啊，咱这个念佛未得力，这个主要的原因啊，就是这个真爱无放下。下面这段啊，也是在讲这个真爱的问题。二十，故闻爱不忠不生三宝，
又闻多念六堂净念，假成佛多时，性果已还，先有不比及其累者，烦恼无尽，离生死根本，假为贪爱令飘逸行人，上往成佛。但净爱一分疏淡，则净业一分成熟面积。啊，这个古文就讲古早的人啊，讲，讲爱不忠不行三步啊。讲咱这个净爱若无重呢，咱袂出生在这个三步世界。啊，咱今日在这个三步世界呢，就讲咱这个净爱呢较重。尤其在咱欲界众生啊，这个欲较重。又闻多念六堂净念，则成佛多时。这就颠倒转来了。咱这个净念嘛，那亲像甲变作多念，啊，甲换倒转来，安尼成佛呢，早就成佛啦。成佛多时讲。真早呢，就成佛了。主要原因就是咱这个净爱呢无放下，啊，这个净念无看破。讲性果已还，先有不比下类者。啊，性果就是指阿罗汉以上，啊，阿罗汉呢断这个见思烦恼。超越六道生死轮回，啊，证阿罗汉果。阿罗汉呢，这证爱，伊就三界这个证爱就断掉啊，才有法度证阿罗汉果。啊，那么这阿罗汉以下，啊，咱六道内面的凡夫，真少未比这个证爱呢所堪累。说束缚啊，这个黑就是讲黑白束缚的意思。那么烦恼无尽啊，烦恼是真多啦啊，但是这么多烦恼当中，这个贪爱是生死的根本啊，也可以讲所有烦恼都是为这个贪爱所产生、所发展出来。